Rh 阳性是什么意思？淑文医生特邀专家赵建强，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血液科副主任医师。Rh 阳性是指 Rh 血型阳性，在我们现在血型分类系统中，大家知道的最常见的是 ABO 血型分型，这个大家比较熟悉的 A 型、B 型、O 型、AB 型。另外一个血型分型的就是 Rh 分型系统。Rh 阳性是指在红细胞膜的表面上表达抵抗原的红细胞。这个分型系统在我们亚洲国家绝大多数人都是 Rh 阳性，但是只有极少部分的人是 Rh 阴性，也就是我们大家以前听说过的这个熊猫血，属于一种稀有的血型。为什么要区分 Rh 阳性阴性？这个在孕产妇防止新生儿溶血方面是很有帮助的。